每次回家吃饭，我妈都说吃饭了，快点的。我稍微等了那么一小下下，到底吃不吃饭了？饭都凉了，你到底吃不吃了？小心翼翼的去吃饭。饭呢？饭在哪里呀？在哪？在哪？等一会儿就好了。等一会儿就好了。不是饭都凉了吗？你着啥急呀？着啥急呀？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。